雅慧2003年在台视综艺节目《综艺最爱线》的整人单元《一见你就笑中扮丑》，化名如花，整人一炮而红。2007年爆出酬劳纠纷，渐渐淡出荧光幕，曾被拍到在面包店打工卖槟榔。2019年如花在节目《麻辣天后传》上透露，目前靠接各大秀场的主持活动维持生计，景气好的时候收入颇丰厚，并透露不愿再回演艺圈扮丑。一日前，女团女 S 成员 Amy 叶婷真在 IG 更新动态，除了分享和黑面艺人成员一天的工作行程，更秀出和如花的合照。只见如花穿的一身桃红，绑着公主头，露出完整的脸蛋。虽然相机开了修饰滤镜，但好气色依旧藏不住。黑面艺人粉丝团一日也在脸书粉专直播如花的表演过程，如花态度相当亲民，站上舞台后卖力高歌，身体不时随着旋律摆动，相当敬业，一扫过往谐星形象。最近现在都在做什么？外场做晚会，做晚会，主持人哦，没有表演，餐厅啊或什么那些都有。歌厅秀啊，还有活动。未来如果健哥有开演唱会的话，我也可以去当嘉宾。邀约起来。对啊，最近要想那个大巨蛋，可能有，我先准备一下，就直接敲了。因为我会的歌哈，上千首，上百首，上千首哦。而且告别演唱会，你一定要来告别演唱会。告别，对对，告别，唱完就告别了。是是是。当年呢，我现在突然间想到当年好多那个事情画面哦。对，第一次我看到他，他等于是一个临演的角色。对，没错。那来，你这样我说，告诉他演什么，他都不知道该怎么演。我说。干脆这样啦，你再帮他装一个一二摸，哎，对啊，我告诉他我说了什么，他就说是这样来的，照演这样的配合，但是其实你是比较重要。对，我只是出馊子主意而已，告诉你说啊，刚才跟你讲什么，就是用耳机，会有点，会有笑点，而且他也很好控制啊，对不对？他配合度也很高。配合你什么都 OK 啊，后来因为不是还有丝袜套头啦什么那一些桥段，对不对？观众爱死了，结果你知道我承受了多大的压力？这个我今天才跟就被骂，对不对？不是我压力很，我被妇女团体骂，对对，说什么我物化女性或什么？对，因为他说那个。后来我写了一封信，我亲自写的，我写了一封信给他，我说，你们到底懂不懂什么叫表演？真心爱一个人，就是多多的在他身上出彩。是啊，出彩很可能是扒他的头，踢他的屁股，那是表演，让他出糗或什么。那个在台上，对，这个是表演呐。对啊，如花当时，你看你是临演那个时候，我告诉你啊，全世界涨价涨最快的人。就在这里。对，因为没错，当时他的经纪人当然不可能就是把全部的钱给他，对，有点欺负他了。对，因为我们是分一半嘛，可是他其实 A 了一半一张。哦，对，而且他讲这个事情我都知道，我都知道，所以我就暗中去帮忙。嗯，然后因为你赚的钱我又不能分什么，对啊，我只是爱财。真爱财，你这个财是财，对，有才华的人，你要知道哈，他。第一次来，各位仔细听好哦，录一整天，对，大概500到800块一整天，对，然后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，你知道吗？你经过一个月播出节目播出以后，第一个月，你就涨价到来一天就是40000，哎呦，真的假？对，可是你知道我经纪人哦，他只有跟我做20000。对，那你也都不知道，那也分你抽20000，而且他是以20000为主，20000啊，然后再对抽，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，对对对，所以说什么三个月嘛，一个月就爆红了。我们在这一台做节目，另外三台的收视率加起来还不到我们的收视率，打败飞哥，刷哥，无间的部分都。全部打完了，然后那时候天哥真的是无间里面收视率第一，是是是，后来是因为被有台强力挖角过去，但是你挖把人挖角过去以后，你又不会用，是用到最后哩哩哒哒，最后节目也不行，浪费了，那就把它给毁掉了，没错，当年结果跑去卖面包，对，这个是没错，而且我卖面包，你身材是因为卖面包卖出来。没
没有收入，没有工作，而且是住在我亲戚人的办公室，寄人篱下了，是。对，然后我那时候大办公室来的，对，然后因为我经纪人不给我钱嘛，哦，然后后来我就去面包间上班台一个月哦，然后就被记者媒体偷拍，人家啊，如何怎么落魄？对，偷拍，对对，还要跟拍，在新竹旁边不可能没饭吃的嘛。他们还打电话给我经纪人，然后跟我经纪人说：“哎，你的如花在面包间工作呢？”哦，哎呀，上班，然后新闻就出来。对，我经纪人打电话给我之后，他跟我说叫我马上辞职。哦，然后如果不辞职的话，你就是违约，要赔300万。连这个还要告，那叫你辞职，但是人家都没饭吃了，你还要告人家，对，还要赔300万。记者跑到面包店，你确定他是要拍你吗？还是要那个面包真的粗鲁，明星商品还乱爆。就是我曾经有帮朋友去槟榔摊卖槟榔，哎，卖槟榔，可是只是帮忙而已，就被记者媒体解说我当槟榔机师。机师啊！主要是我是穿正常的服装嘞，我没有穿那个很露的。对，槟榔机师不知道穿得很薄纱，薄纱。你要换呐，你要换呐。对啊，然后我就跟我那个他的朋友讲说，我说因为哈，我是一个公众人物，对对。啊，我如果穿那个辣那个辣妆，对啊，真的会被记者媒体误导啊，也会让人家误导。哦，如果缺钱有需要钱的话，那你就打电话给陈汉典。为什么？我以为推给他了，我以为是找你借钱。太快，我以为是找他最近他会跟我讲，对，然后我们再帮你介绍工作，转达啦，我们转达给宪哥，有男朋友吗？哎，靠你介绍，阿廖，我要靠你介绍，我们可以介绍我，因为有一位那个朋友也是单身很久，哦，那你会介意那个跳舞嘴唇会发白的男生吗？我觉得。其实我很蛮喜欢的。他最近有练身体，你可以摸摸看。有。而且他很喜欢去 motel， 是啊，我已经戒了。那等会完了，我们再去，再去怀念你的歌啦。对，还是要给他唱一下，对不对？哦，那个路边的野花不要唱啊，当中要嘛嘛，这个别忘了。要这个吗？那个我的一颗心嘛，对不对？经典的表演呢？经典表演嘛，来一下，来一下啊！路边野花不要采。